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糯米啦。不知道各位在看我 IG 限动发布我画图过程照片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旁边有一个黑色键盘跟奇怪的滑鼠呢？那一个键盘跟滑鼠的组合都是罗技的啦。滑鼠呢，就是我常使用的垂直滑鼠。由于我之前用电脑本身附赠的滑鼠的时候，手腕其实有一点点受伤，以及身为一个会师啊，我的右手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真的是受伤不得。所以在那时候，我就购买了罗技的滑鼠跟键盘，好好保护我的双手啦。就因为接触到了罗技的键盘跟滑鼠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好用的滑鼠跟键盘。那最近呢，罗技新出了一款商务等级的滑鼠跟键盘，分别是 MX Master 3S 无线智能滑鼠以及 MX Mechanical 无线智能机械式键盘。记得啊，罗技，你不要再取那么老舍的名字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它就是一个好用的键盘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这一款商务等级的键盘跟滑鼠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MX Master 3S， 之前它的罗技就出了一款 MX Master 3， 跟3比较起来， 3S 不会有明显的咔咔咔声音。如果对于滑鼠声音敏感者，就可以明显感受出差异性哦。如果你今天萤幕解析度高或者是大萤幕的话，那么在操作上就可以明显感受出比之前的3更加的滑顺哦。这个解析度可以透过软体来去做微调，能够针对你的目前工作的萤幕来调出适合的解析度。在外观上来说，3跟 3S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变化。那么想要彰显出自己用的是现今最屌的鼠王，那就选择白色就对了。至于三代滑鼠优秀的功能一个都没有少，超快的充电速度，高速的 MagSafe 电池滚动，可以透过按钮切换滑顺静音模式跟有段落感的阶段模式哦。最后一个是多项自定义的功能，这点我觉得很棒，原先需要按键盘的功能全部整合在滑鼠上，例如在浏览网页的时候，滚动滑鼠侧边的滚轮可以迅速切换分页，侧边的两个按钮可以让网页回到上页或者下页，最左边的扁平按钮可以配合不同的手势动作，无论一般情境使用或者是专业工作场所，给你最棒的使用体验，真不愧是鼠中之王啊。接着键盘的部分， MX Mechanical 是 MX 系列机械式的键盘，我真的好久没有拿到机械式键盘了，那种敲击感跟声音听起来十分的疗愈啊。因为我之前使用的是 MX Mini， 这一次就跟他们拿全尺寸的键盘来试用看看。它所使用的是插轴，有段落感，但不至于到轻轴那么的吵，是属于万用的轴类。而键盘的背面可以调整高度，找到一个较适合你自己打字手感的高度。这个键盘有多种的背光模式可以选择，静音模式、波浪模式、呼吸模式、对照模式跟随机模式。当然商务等级的键盘一样对于充电是很全面的，充电15分钟可以使用一天，完全充电可以使用15天，如果关掉背光模式的话，甚至可以使用10个月。那关于产品更详细的资讯可以参考底下的连结，只要是很注重工作环境的朋友，下单的几率真的很高呀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罗技键盘跟滑鼠的介绍啦。说实在的，说到这份大礼的时候，我十分的开心，它不仅好用，造型又十分的好看，我相信它会成为我键盘跟滑鼠的主力战队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啦。我是糯米，大家拜拜。